秋后的秋红谷仍旧被执着的绿意包围。 Ron 告诉我，在台中七期的都市丛林中，他实现了把空间艺术机能化，并且将他的美学概念完全倾注的生活宅邸，一间原创性百分百会说话的一品房子，静候着大梦想家的大驾光临。走进这间视觉风格强烈的房子，散发着材质纹理与原始结构的野性美，让人感官激昂。同时，丰富的景深层次和沉稳的 XY 轴线，却又让置身其中的人安定静谧。能够如此调和空间动静极致的，也只有 Ron 了。每个人对美的定义不一样，你的美学养成过程让你对美的定义有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从一个设计者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那我们一直在思考是说美的定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设计初期，我们有所谓的空间艺术机能化，然后还有本质美学。嗯，那空间艺术机能化这一部分的话，是希望把一些富有所谓的比较理性的部分，把它赋予机能。嗯，像物件里面你可以看到的话，可能就是它的锈蚀啊，或是斑驳的墙面、石头的凿面，或者是一些自然景观的变化。其实你需要用你的五感去感受、去思考。这个其实是很美的一件在我们日常生活周遭里面，它本质该怎么样，它原来该怎么样，其实就有自己的美感。是。其实进到今天Ron设计这个家，我就是很惊讶，因为它很像一个后现代的艺术馆，比方说水泥啦，比方说钢筋啦，比方说一些锈蚀的钢板，这些在以前我都觉得它还是未完成品。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整个亮体的部分的话，我们为了让它做出所谓的漂浮这样的感觉，它其实在里面的结构其实是非常讲究的。也可以说它像一个雕塑，其实它是一个收纳柜，但是也可以收纳，可以收纳，可以展示。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是手的触感也很特别。对，为了要呈现出一个比较锈蚀的感觉，其实它的闲置的可能一两个礼拜之后，让它有一根时间的一些跟空气的一些氧化之后，对，然后再开始再做一些锈蚀表面的处理，那最后我们还要上一个所谓的特殊漆这样子。其实我们为了让整个原本的空间的整个氛围跟它的整个设计的语汇能够整个协调在一起，所以我们也可以将原本的建筑的分户墙的墙壁请了一个老师傅做了大概两个礼拜的凿面的一些慢慢的打凿，那最后才能够呈现出来。我觉得他在做一个艺术创作品了耶，然后这么美。 OK， 很惊讶。对，接下来裸露的钢筋变成 Ron 的空间语汇，像金属植物般体态张扬地宣示着一种生活态度，也肩负了实用性的生活机能。我觉得它就像一个所谓的空间的雕塑一样，那这个雕塑的部分，我希望它能够结合机能、美学、线性、光影还有层次。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钢筋其实在处理的时候，结构的衔接或者基础的固定部分其实都要非常的细致。大家看起来像简单，但其实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做。对啊，我觉得它是一个 3D 的概念，它一定要算得很精准，对，它才可以出来像这样子的雕塑品。没错。Ron 的设计若有似无的存在着一种太极的哲思，他把精细的点与线长着于粗犷的面之中，然后沉重好似压舱巨石的铁剑，却能够在视觉上犹如悬浮于湖面上的轻舟，这样子的境界令人深深着迷着。如果以这个中岛的工法来讲，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整个是比较厚重的一个大的一个桌板。嗯，那这个桌板我们为了让它能够再把那个所谓轻盈的感觉把它表现出来，
桌底的部分它一个弧形的结构支撑，然后再来的话，甚至在最底端的墙面，我们用整个几个钢筋去做一个线性的视觉线性的编排，那这个其实都也是所谓的结构的支撑的一个部分，这样子。不这样子做的话，其实它没有办法呈现出轻盈的感觉、哦。对，那甚至这个吧台你也可以看到，它整个是悬浮起来的。我觉得卫浴空间这个也蛮经典的。对，在卫浴里面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卫浴的侧边的部分，我们用了一个大概9mm的钢板，大概做了一个很长的，大概是3米多的一个线性的，这样慢慢带过去。嗯，那其实，在视觉上你看起来它是很轻，其实我们做了一些隐藏性的结构在里面。在 Room 的空间中，没有你认为的理所当然，只有让你不断探索的乐趣，不停发现的惊喜。所有的家具除了本身该肩负的角色之外，更多了艺术品的灵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的家才会成为一座钢骨泥墙里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你不工作的时候，你怎么去寻找你自己的灵感来源？我不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的话都是比如说比较自然的，可能我会去上山开车。当你开车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车窗摇下来，你可以听到它的蝉鸣声，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大自然芬多精的味道啊，还有它整个树枝跟树影的硬的变化，还有它的气味。我觉得这是最美的，然后最珍贵的一部分在我们生活里面。